好，现在我们要教的是这个多边形。好，多边形你可以看哦，我们它内垫是六边形，好，所以它这侧边是六。只要出现这个六，侧边的时候，你可以输入数值，比如我输入三，你可以看这里是三了，有没有？好，三，按 Enter。好，哎。再来一次啊，如果不能按的时候，就是再点一下，好，再重新设定一次，三，按 Enter，有没有？它就变成三角形的，啊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，好，一样推拉，好，所以我现在，你看，如果我要十二边形，直接输入十二。再按 Enter，所以这个就十二边形，好，好，再来，这个是多边形哦，